In the dark, hey, twilight. 추운 겨울이라도 내 속에는 꽃이 피나 봐. 첫눈에 알아본 걸까? 첫사랑처럼 두근대니까 날 보면 무슨 생각, 무슨 느낌, 그댄 어떤지 때론 알 수 없는 그 무표정. 솔직히 말하면 표현해줘. 돌리지 말고 하늘에 별을 잃던 나에게 어느 길 어둠 속 적져 우리 선명해진 이유는 하얀 밤에서도 뭐 그대와 나 단둘이만 얘기하고파. 가지고 싶어 서둘러줘.前这样子转一个圈，大大大这样子转圈，所以前面的拍子就是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到这儿。
很简单啊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后说。二二的时候，先说手的动作，把你的手这样子五指并拢，从中间交叉往上伸，再交叉，拿到手拿到上面，是这样。所以等于是拿你的手臂画八字形，这样两个手臂一起画八字形，或者拿你的两个手臂画葫芦，画葫芦一样的这种形状啊。先交叉，然后再张开，再交叉，再张开，是这种，这是这种感觉啊。然后做快了就是这样的效果。然后拿到头上的时候，也是两个手臂叠到一起拿到头上，把你的手臂放在头的后面，不要说放在前面，这样子会挡住脸不好看，尽量往后面背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从前面转完头，大大大转头，然后做手的这块时候啊，你的腿还有你的胯，先是往左侧这样子弓出去，两腿同时弯，然后把你的胯往左侧做出去，转一下，然后继续把你的胯换方向，第二下，第三下的时候，哎，蹬直，然后这时候胯是在左侧的，然后手呢伸到上面到这儿，然后继续往后说，慢慢往下蹲，同时把你的手慢慢往下拉，拉到头后，身体慢慢蹲，然后手也慢慢往下拉，然后到七大八的时候，最后的一点点小拍子的时候啊，把你的手拿过来，在你的身体的前侧踏踏，这样子转两次，转转，就是等于是把你的两个手腕叠到一起，然后握拳转你的拳头，是这样的感觉，踏踏两次，比较快的踏踏，这样的感觉。所以前面的节奏啊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大八到这儿，大八一定要记住，最后是两下节奏快的，然后继续后面的两个八拍，三二，这块呢是他们五个人流水作业啊，就是小队先是在三二第二拍的时候把腿踏伸出去，同时两手叉腰，然后后面的人依次在自己的节拍上面踏踏，这样的感觉，不用叉腰，他们的手呢是这样五指张开的，然后放在腰的附近，然后伸腿的同时把你的右手同时往下摁，是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流水作业一下子效果出来了，一共是三个拍子需要动，踏踏踏，是这种感觉。所以说如果你们人多需要排队型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流水作业做出来，如果没有那么多人，就需要做其中一拍，这样把腿伸出去就好了啊。好，踏到这儿，然后就一直不动，保持这个 pose 不动，然后最后第四个八拍的时候，四二往前走一步，第二拍的时候往前走一步，就是把你的右脚往前迈步，同时把你的左边肩膀往前顶，四二三四，所以是二四拍的时候分别把你的腿往前迈，同时肩膀动，搭配你的腿肩膀动，两拍动完了之后走一走，走到自己之后后面的队形上面接后面动作就好了。好，这是前面的四个八拍，我们来尝试跟一下音乐。